那时候是不要脸三人组，来第一名是谁？不要脸三人，第一名是罗妹妹，罗碧玲。哎呦，好来第一名是，第一名是朱慧腾，朱慧珍。那来比较一下，看是安那列落落第三名。第三名的是金美珍。对呀、啊，为什么你是第三名？你们修工第一名、第二名、第三名。娇滴滴哈，但是唱尾啊音阁会真大棒呢。哎呦，还不会。爱当兄啊！哎，阿个上厉害，而且艾妈哈去长茧啊，去开刀呢。就开完。这种下来长茧。对对，这也很怪，你是长什么茧啊？对啊，我是唱歌有定定定磨磨磨。对，因为之前啊跑工地修跑太凶了。哦。你知道吗？工地修人卡大拢定定拄着。对，那种声光效果都不好，对不对？怪家个关在路的车啊、人啊、病啊。修病就丢了。对，因为工地秀有大部分都是音响不注重的，我们唱演唱会了、电视台了，才会注重音响。对啊，那工地秀一个没得五千 M 的话，对，所以呢有时没麦克风嘛，叫唱。哎，真的哦，真的，没监听，没有监听，没有监听啊。所以呢，有时候那个音响比我们家里的那种卡拉 OK 还烂，还烂，对。但是为了赚钱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哦，你就是安尼，其他唱歌画个少些啊，长茧了呢，已经受伤了，然后又演。演戏又，我不知道为什么以前我演的角色都是那种可怜兮兮的啦，然后就是被欺负啊，被人疼啊。可是现在不一样哎，我赶快哈，起码这座连车我拢习惯哦，那不习惯泼妇啦，恰大家哈，不是恰大家，恰杂啵，是个恰杂啵，偷客兄。哎呦，好了好了，阿老婆就习惯好爱骂嘞，三八个，三八三八嘞，成功你起码气质改变。就是声音都要用那种高八度的那种讲话，然后要尖叫啊什么就很伤。等一下，我们现在刚开过刀，但是声音还是非常优美。我们来听，先来听一首歌，好不好？来，给他气氧化，开完刀之后的声音，来，闺女的，谢谢。来听看麦啊。Oh,
美照姐哈，真够金瓜，因为看个唱歌把衰老了，对，感动，呀呀，很感动，你感觉一下他的歌词哦。其实这首歌曲的歌词是就像一部电影一样，它很有画面，而且它很有故事内容。对，那身为演员的他呢，很投入的演唱这首歌曲的时候，你就你都会好紧紧感动，用一家己都会唱个老哇塞。那接下来我们要先看一段 VCR， 来看一下他演哭戏啦，演那种恰杂波有多厉害，来看一段，回忆一下。90年的江山楼冈山楼，跟南哥，对，跟蔡振南。几年前尔嘛。这场是哭戏。哎呦妈，就高考哎。就高考。我对不起足济人，我做唔到足济代志。我真真真真真真。我南哥嘛，就无比。南哥其实很好对戏的演员。哦，这一场是泼妇骂街，就泼辣的样子来。这是花佩兰啊，完全不敢看。这是我最好的朋友。等一下，话也闹到你啊！完了，安了。很泼辣的样子，两个掐掐对掐呀！不掐哈！哎呦！伶牙俐齿。惊我这根无够衰，代志无够多，搁表示头要来给外面。哎呦！迄上海大，伫个大条件，谁唔知影是镇上的人？哈？你是安那？村办要搁叫我办一桌，就是镇上的人，对不是无？好，尊做工，我甲天照打。是不是好的剧本、好的台词，很容易就让你这种好的演员就这样发挥的淋漓尽致？我觉得演戏是一种享受。你听讲美照姐是咱这演艺人员内底算名皮高的前三名。名皮高、啊。就是就爱探钱啊，探钱不择手段。抢钱一族哎，对不对？抢钱一族。没有，那时候是不要脸三人组。来，第一名是谁？不要脸三人。第一名是罗妹妹。罗碧玲。哎呦。好，来第二名是。第二名是朱慧珍。朱慧珍。那来比较一下，看是安那列落落第三名。第三名的是金美照。对呀，为什么你是第三名？你们修工第一名、第二名、第三名。你好，你真爱阮做工地小时阵，是哈。你逐工拢爱走停走啊，你不上场。我知影，我知影，对。对，然后，为什么伊会第一名呢？因为罗妹妹，真正足巧个。啊，那巧鬼。当三点开场，各队拢还没来，因两点半到位，音响嘛还没到，拢还没到哦。对，伊就爬起哩台顶，叫音响讲拜托。麦克风给他倒出来，啊！乐队老师拢还没来哦，来啦，我罗碧玲啦，来啦，听我唱歌啦，来啦，对面啦，自己唱起来。因为他在赶秀，也没乐队老师，对，没有，只有麦克风唱。
对，然后唱完就领钱，就走到就赶下一场。一主要原因是伊后场吼较远嘛，那他如果这一场不赶快唱，他下一场会耽误，赶不到，所以他这一场一定要唱。可是三点人家还没开始啊，所以两点半嘛也没抢过，搞对嘛不要紧的。所以他第一名 ，Number One， 对，第二名是安喏，第二名李惠汤啊，李惠汤，李惠汤是不管台顶什么人，只要他到场，他直接计程车。杀到舞台的那个旁边，旁边那个楼梯，就上去了。哦，哎，那假设有歌手呢？对，有歌手，他就陪他唱啊。啊，那他就继续陪他唱啊，他麦克风也拿了，就陪他唱啊，唱完了就把你推下去，换我啊，我地位疼啦。哦，安尼啊。你不管是谁在唱，唱到一半先把他推下去，他接着唱就对了。他也等他唱完。嘛，我等你唱耍。等你那首歌唱耍。你知影这是啥物？那迄个人无要落。伊我都大家挂落去。会甲你。对，因为最重要他也要赶场。你若唱完，因为后边阁一个人咧等啊。那如果他上台的时候，他就要唱第三个啊。所以他就在你还没唱完的时候，伊先背起你，陪你唱半段，然后你落去，直接就。是第二位，安尼知无？这是 number two 第几名？第二名。列名牌根本比你来差不多。是安怎？太谢，我无因安尼，安尼啊，高明牌，安尼啊大胆。啊，你是较小胆子啊？你是安怎？我较无胆，因为我会在后边呀，麦克风讲，拜托你讲较紧嘞。比较有麦克风音，急到不行了，用话的。拜托。你讲较紧，人袂好啊！你讲我好一张啦。